有网友投稿了一段视频，说自己的姐姐明天结婚，想拜托她撑场面，于是弟弟就表示自己一定会拿出绝活，然后婚礼的现场就还真是绝活啊，可给姐姐长脸了，娘家人看了绝对三年抬不起头。当然如大家所料啊，这视频是 P 的，不过自从被玩家们发现后，就陆续流传到了各个圈子，比如非常著名的王者版。该说不说，小舅子这马超还是有手法的，姐姐看完一定安全感满满。下一个，好像是每个人都拖着旧行李，好像是每个人都住在电话里。这什么意思？打出我爱就会出现喜欢人的名字？我来试试看。我爱数学，还真是不忘初心啊！你们的是什么？发出来瞧瞧。最近相当抽象的世界，因为学业乏味的关系，好多同学在班上玩起了名牌游戏，比如视频里这几位，虽然年纪轻轻，却都已经身居高位，评论区更是重量级，我是越南首富，在下缅甸留学生，我是非洲香蕉运输队队长，纯纯的抽象表演。下一个，经典的秒趴身法教学啊！投稿的同学问这操作怎么弄，很简单啊，挥拳歪头一起摁，再趴下就行了。当然实战中没什么用，毕竟在敌人眼里你还是正常的操作状态，不想掉分切勿模仿啊。